韩剧《来自星星的你》热播后，万能的都敏俊成为亚洲女性膜拜的男神。今天，来自黑龙江的女孩李艺璇来到现场，要向男神都敏俊告白。那么，都敏俊的扮演者金秀贤会来到现场并接受他的告白吗？大家好，我叫李艺璇，今年21岁，来自杭州。我是一名大二的学生，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我心目中的男神都敏俊告白的。谢谢大家。然后现场带了炸鸡和啤酒，可以希望把我的好心情跟您一起分享。我就让他拍一下，你想吃一块吗？来吧，吃一块。来来来，你们吃吧哈。给观众吃的，真是。来，一人拍一个代表男一块啊。炸鸡和啤酒这段时间都卖疯了啊！我把你的好意都给了他们。人世间的爱情，都是为了繁衍生息、传宗接代。这是都敏俊对爱情的诠释，是有这么一句吧？他身上的衣服有点眼熟。今天是我特意准备的，穿的千颂伊的衣服来向我的男神告白。千颂伊同款888。你觉得你穿的好看，还是千颂伊穿的好看？我觉得我穿的也挺好看。对，这女孩身材也还不错啊。说吧。虽然说胖了点。没不胖，就腿胖了。